很快的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我们来做一件疯狂的事，就是等下雨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大家就把雨伞越举越高的，有新的 drop 的一个动作。那在最后一首歌之前呢，我把我的录影机，它不是录影机，录影机，哇哦，我说他漏了什么？等一下呢，我数三声。今天我们就着这个风声雨声记录下一下我们的这个雀跃快乐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真的超难得是这样的心情，把这个难得的这一刻成为我们最棒的回忆。我等一下数三声哦，我们一起，等一下我数三声，我们就一起吼出你内心今天快乐雀跃兴奋的心情。一二三，我觉得你们是越灵心情越好，你现在否认已经来不及了。送给你们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，带来这首《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》。